拉森 Peak 拉森峰是拉森火山国家公园的标志性景点，海拔10457英尺，攻顶起点是8500英尺，落差正好大约2000英尺，来回5英里。我们湾区黄岩爬山摄影群从2016年开始每年组织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Half Dome 的挑战，2017年开始组织大峡谷穿越，2019年开始组织惠特尼峰的攻顶。相对于这些项目而言，拉森峰还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，但是就风景而言，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地方。本视频将主要分享我用 GoPro 在半山腰和山顶拍摄的片段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如果你还需要了解更详细的信息，欢迎点击视频介绍栏里的邮寄 link。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欢迎 subscribe。都转过来看着我，嘿，都转过来看着我 ，everybody。他的 GoPro， 他的 GoPro， 看他看他 ，Tony 看 Jack， 啊，上来了，这边多好。对 ，everybody inside， 哇哦。啊，现在人都爬上来。说 Lassen Peak 啊 ，Lassen Peak， Lassen Peak， Lassen Peak， Lassen Peak。我转个身的时间。哎呦，哎呦，好了，到了。我成了你们的专用摄影师了。御用摄影师。御用。可是你们够资格靠叫御用吗？啊？谁够资格？你是皇城出来的，是因为你是皇城。哦，那个小娜，你把我这个水拿出来一下。这几个石头卡在脚，转不过来。上面有人，没关系。你过来，这边也有个人。那我这边给你拍就没有。有人，他这有人照不了。我这边我这位置不行，我这位置不行，他正好在你的中间呢。哎，我给你照。哎，别动，别动。我想去看看，就刚才那个，我过去那后边，你借我光，借我光。